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你会相信一个放羊的小孩说的话吗？放羊！哇，小凤你连家乡人都不放过。我也想改过自新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做人千万不要骗。你为什么会来救我？因为我相信你啊，因为我知道夏之星其实是个烂好人。傻瓜，你不应该相信一个骗子。三立都会台7月25日起，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，放羊的星星。